哟，我是嘻哈玉腾，今天给大家来 rap 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孤独音乐人》。Yeah，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一些人总是狗眼看人低，看我之前先看看你自己的能力，总是说你认识那个谁谁谁，对不起，我从来不管那些是是非非。岁月的年轮在不停的转，我如此坚持只是怕留下遗憾。有些人让我放弃吧，你扯淡，因为我的路不可能只走一半。从两年之前到两年之后，从基础薄弱到慢慢积厚，从两年之前到两年之后，从被人排斥到慢慢接受，从两年之前到两年之后，从基础薄弱到慢慢积厚，从两年之前到两年之后，从被人排斥到慢慢接受。从走上这条路，我受过了无缘无故的等待，孤独还有无助，从朋友远离到一个人用音乐在诉苦，我不舒服也不想被说束缚，所以我选择了用文字来陈述我不臣服。从单纯思想又变成熟，如果注定这次孤独，那用音乐来陈述我走过的每一条路。对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疯子，那我的音乐那就是我的全部。举起你们的双手好吗？谢谢你们力量。在我站起来的时候，身边会有很多人陪，当我倒下的时候，伸出援手那个是谁？路灯灰暗却比不了人心的黑，我不想把自己的才华通通都浪费。这社会少了些真实，真相都被掩盖，人心的价值都被金钱给替代。我虽然没有钱，但我感觉所谓失败。我是一个音乐人，音乐让我主宰。我也曾为了自己深爱的人放弃了一切，回答他的疲惫，我哭了一夜。他们都拿着红色钞票对我嘲笑，我不想被社会的坏人吞噬。我不要，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有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怎么可能简简单单就被困难打倒？当怒火在燃烧，当梦想在跳，心中的愤怒就像是龙咆哮。因为放弃不了梦想，所以选择追逐。也许别人看不起我，但我不是个废物。想要学会音乐之前，先学会孤独，因为我是孤独的音乐人，孤独的驯鹿。你们永远理解不了我的痛苦，什么样的痛苦，我早已领悟。什么金钱利益束缚，我看得清楚。不想被社会污染，所以我选择了走自己的不归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画社931旗下的主播，我的名字叫玉成，我的直播间 ID 是19120，欢迎大家来看我哦。